盛世连续两年呢受邀到总统府来表演哦，而且接下来下个月小朋友还要去福建跟厦门，堪称是国家级的演出。我们再次掌声给他们好不好？也谢谢他们的爸爸妈妈今天来到现场，非常感谢大家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要请小朋友就定位喽，哈。